今天我们来拆解五星难度的魔金方，想把这四个主将给打散，没找到技巧，硬拉硬扯是没用的。我研究了7级49天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，可以一秒解开。这四个铁块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，中间都有一根可以伸缩的柱子，就是它将这四个主将给连在了一起。该怎么装回去呢？这才是这款魔金最大的难点。如果是先让他们两两一组装好备用，然后再将两组扣在一起，可以吗？毕竟它也是五星难度的，当然没有这么简单。正确的方法要先把里面的柱子给缩进去，再压住它，这样开口可以拉出距离。另外两个也是同样的步骤准备好，最后再将这两部分交错凹凸相扣，同时往里推，我们就组装完成了。